咁樣望上去就睇到個斜度，啊，少咗斜度，係嘛？一路嗱望上個垃圾桶嗰度係嘛？有啲斜度咁，其實有一路微微斜，微微斜，咁佢就拉長咗，拉長咗咧就變咗冇咁斜，就好行，好行好多。OK， 其實一路斜嘅，斜到去某一點就落，落咗又上咁啦。好，這個呢又另一條路，這個 Southern Oak Woodland Habitat， 這邊呢另，哎呀這麼濛，這裡整回收回先。好，這邊有一條路向右行，向右平時我哋向依度向左，喺條路就係由依度上嚟啦，係嘛？依度落翻嚟就個小溪嗰度啦，過小溪啦，係嘛？嗱，呢個落去就過小溪嗰度咧。一般就我哋向左，通常大部分人都係向左噶啦。咁就其實我都未行過依度 ，OK， 未行過依度。咁你哋有機會嚟咪闖下啦，但我都係繼續，今日都係向依度，哇好多人啦已經，行完啦呢啲，嗱呢度有警告啦，有蜜蜂啊，有蜜蜂啊嗱睇，咁咧就盡量跟翻條大路去，啊跟翻條大路去，冇亂咁行 ，OK， 哦依啲先係 rice sage 應該。呢啲先係 rice sage， 唔可以摘啊！就係防止啲野生嘅植物生嘅。OK， 真係有蜜蜂嘅。真的有蜜蜂啦！今日全部俾 warning 啦，啲路唔好亂咁行啦。哎呀，全部 warning， 哇，擺埋雪糕筒。嗱，睇個樹，係咪好似係蜘蛛咁？係嘛，一個蜘蛛頭，跟住伸啲蜘蛛爪係嘛？啊，等啲藝術家、雕刻家走嚟搞搞佢。加啲想像力係咪先？好。好清涼。清涼嘅背後就係危險，你睇下。啊！呢個清涼嘅背後就係危險。這個呢上個禮拜嚟冇有呢證明呢真係有啲大型動物啦，大型動物唔知道你哋認唔認得啦，我又唔認得啊 ，OK。好，嚟踏單車。哇！魏如類卵係咪呢啲啊？呢個魏石係嘛？好似喐啲都跌落嚟咁啊！地震啊，多數跌嘅啦，我睇下。如果震呢度。